刚刚刘老师说的哦，八月才成军的一个儿童舞团小贝利舞团。那这个舞团呢，除了在三支水燕馆所比赛的所举行的纳哈拉比赛冠军之外哦，最近呢，可能你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呢，也常常看到他们的出现哦。像那个《钻石夜总会》呀，还有《我猜我猜我猜猜猜》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小贝利舞团呢，最近在电视上也是非常走红的哦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借各位的掌声呢，来欢迎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所组成的小贝利舞团为我们带来的《魔幻小贝利》。